个烧的店里算的是差不多绑好的东西，放在柜子都舍不得拿出来。你就直接说这个东西是你店里最好的就行了。那还有一个好的，还不好意思说。还有一个最好的，这个不算了。这个，全美的，就是有一点这个，摇一带的这种东西。这个应该是下乡收上来的吧？啊，是啊。啊，是啊。下乡收上来那很便宜啊。还便宜，下乡买东西贵得死。我还没有那个，我们那个到那个市场上的时候还人家都懂价，乡下人不懂价的，乱叫的。东西是，这东西是不错，多少钱？这个23000啊，是大龙的那个龙脊肥啊，不是那一种，不是那一种龙是吧？不是大龙，这个好几个人都买过了，画了一口，最后是被我拉下来了。哦，你就说你收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好几个人，肯定的，那也是肯定也是那个价高者得是吧？谁出价高，他给谁哈。是啊，我也都是顶着价拉来的，买来不便宜、啊。买来你下乡收应该也就，对吧？反正不便宜，可能大几千块钱。哪里买的大？就骗来了。哪有那么好说？几千块钱对吧？就骗来了是吧？拿不来的，对吧？一万多差不多了。一万三，不行，你不是还没到我买的价钱？那你要的，你都说你要23000有点太高了，就是、因为这个东西是吧？几个人出的到创没创走的东西，你说我便宜买的来不？是吧？大家都懂，用挣钱的，是吧？用钱的东西，这个不要说，就算我们这行里面的人，做老货的人都懂。是吧？上手都懂的。用冷钱楼的东西。用钱的东西。行，13000可以吧？不行。多少钱可以？你就说个最少价，要23000要的有点太高了。你最少。你要就最少这样。18000。15000。不行的。15000可以。可以。那个，这东西很便宜啊。这个也不便宜啊，现在，哎、人家乡下人放在组织上插香的，有毛病吗那样？这个没毛病。多少钱？就是这个口上好像有一点这个腰胀。腰胀。多少钱呢？这个实价，不说实价，你就实价就行。你不说实价就是，你就实价。实价2600。2600。哎，我又怕你砍价，你这个给我轻砍轻砍我。我不要，我不要收高一点，实价2600，少了就不卖了，好吧？少了不卖，2500，两是100，不行，一百肯定行啊，那行啊，2500啊，您对吧？你跟我开的是实价2600，我砍你2500，你叫我说实价的了啊？对，我让你说实价，这个都，哎呀，这个都是这个2500可以了，2500我给你拿了，没毛病是吧？没毛病，等下你自己还可以检查一下，这青铜碗的东西。轻中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，这种口很厚重，有那种薄的，那种没有的，没有这种奶头的，下面没有这个奶头的，那个就年份晚了，是吧？那个就是关系的。轻中碗来说保守，对吧？轻中碗你使劲往轻中里说吧，咱说实话是吧？有点太靠前了，倒光左右也差不多，倒光往后。没毛病是吧？我一会儿检查一下，这个2000我给你开一张，我诚心想要。那个对吧？这个都是无所谓的，200块钱。你不还有个好的吗？我看。好的。那个我都不怎么舍得卖啊，看你看一下。看，这个我都不舍得卖的。再给你诚意单那个，我也是诚心想要。里面我都不舍得卖，今天是你来了。这个够大了，30多。我们找尺子的行。不用找了，不用找了。这个我一眨我就知道大约多大。30。这个应该是30多公分，33-34公分左右应该是，这么个尺子，是吧？有毛病吗？这个全没毛病。这个是在人家陈家手里面，
这个发的好贵呀、啊。对，这个尺寸在这呢，这肯定这个东西便宜的话，那肯定不对的，这东西是老的。这个里外都是里外满宫，康熙、雍正，这到不了康熙，雍正的。这个青花好，青花郎。嗯。哇，这也是老传世了，写了一个银字，银子的银。这个、是人家原来是那个。这得老藏家手里有的东西。富家人家的做记号，对，这都得是相当有钱，这得相当有钱的。这个原来是地主啊，或者是员外啊那些东西。对，多少钱啊？我听一口。这个别乱咬的。12万。多少钱？12万。12万，12万，你要的有点太高了，那个你还不翻了一倍吗？那事儿。你知道我多少钱买来的？翻了一倍，你那么好买的，藏家手里买东西，人家都懂价，是不是？你说刚刚那个时候是乡下买来的，你还说人家不懂价。没毛病是吧？一点点毛病都没有。没，你还等一下快检查嘛。那我们先让传闻片啊，先啊，你先把价钱谈好了，你再检查嘛，是吧？嗯，东西没问题吧？对，我一会儿得检查好品相。12万，这个价格太贵了，这个你得翻了一倍吧，对吧？做老货的大家都懂价钱，是吧？给6万吧，差远了，怎么敢第半砍呢？你怎么敢第半砍呢？有那么大的利润？你要的太高了，都吓到我了，对吧？6万块钱我能给，那最少多少钱？最少10万。10万也高，最少多少钱？再往下降。我不搞了，最少就是那个价，你看。你都给我搞个6万，你给我砍了一半，你叫我怎么去给你最少了是吧？没有。这个是我镇店之宝了，这个最贵的了，在我店里啊，我都放了，你们都舍不得拿出来卖。镇店之宝。是啊，我们这一般人不会要的，这东西太贵了，没有人，有多少人能玩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我跟你说，大哥，7万块钱，7万最多了，对吧？7万可以了，7万是我能接受的最高的价格了。不行，那不行，对吧？你要12万，要10万，有点太高了，你要这样吧，下药价了，就这样吧，9万，9万不要。我是等着要钱用的。这多少钱？这我拿不了，我7万块钱我能拿，这是最高的。这个、这多少钱？1万8。这个是那种肥龙的，不是那种龙，知道吗？不是那种很粗的那种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这样16000，16000。1万7，这个算了。16000，16000，我这样，这个成了，这个是2500。然后、那个、是对，小龙这个相差几千块钱，我知道，这2000我给你开，先给你开着2单，最后这个你愿意卖给我就卖给我，不卖我确实是，你想想，7万块钱也不是说是个人就能拿出来的，对吧？再说句实话，这个的话16000，行。16000我没赚钱，搞得我痛不痛痒不痒的。啊，行啊，好的，这个是给你是吧？16000，这个在、哎、这个不要乱砍了哈，这个。对，这个、我就是7万块钱。对吧？我现在给你成这2单，是为了就是说我有这个实力，我能给你2万，我也两件东西，我等于也花了2万块钱了。我又对吧？我今天是靠你诚心买，不，我是诚心买，要不然我也不给你出钱。这样也不墨迹，啊，8万，你要是要，不要我就放弃了，我懒得搞这个，我也不想卖，真的不想卖。8万太高了，少了8万我就不卖了，再不说了，是不是？少了8万我就不卖了，少一分都不卖，我就放弃了，我先放段时间，没事。7万块钱不可以，不行，最少8万。7万2不卖。7万5，少8万就不卖了。7万6不卖。7万6是我最高的。不卖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7万6拿完，我去卖8万，我留4000块钱的利润。7万多块钱，这个我放下。我跟你说，7万多块钱不是说是个人就能拿出7万块钱买一件瓷器了。这个先放下。不是，我7万6，我真的我出不了。不行，8万块钱，我跟你说，咬得太死，这个价格。还咬得死？我12万花了8万了，你还、我知道今天是诚心给你买。这是你们家的是吧？嗯。对吧？你那个东西我
对吧？我也是诚心想要，我跟你说吧，你那东西我真的诚心想要，但是你这个反正我从十二万降到八万了，是诚心价了，再你再少下去我就没利润了，知道吗？这本来就是厂家手上买回来的，他是家里要用钱，不要用钱那都不卖的。八万块钱破开八万我能要，就是我给出七万六，我跟他说我出的够了，我七万二七万五七万六，我哐哐哐给你加上六千块钱了，你非得要八万。算了，我都从十二万降到八万了，我是诚心卖给你。我是哎呀，这段时间我家里也要用点钱，小孩买了车，要不然我不卖。卖了不就买辆车了？七万块钱买辆车，这个买车啊、七万块钱买不了车吗？这个乡下说话来的，你也挣很多钱了。跟你说，几多个人去那里把那里炒了，那你还，这我最后都是硬着头皮买下来，不赚钱。行行，那我先给你这两千块钱吧，我给你两千块，那个七万六我最高了，多一块钱我也不出了。不行，算了，我留着吧。留着。他四千块钱不成交，你四千本来这个就没利润的。行，那这行，这两千我给你两千吧。两件已经成功拿下来了，看着，一会儿啊，稍后给大家讲解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这一件哈、当时那个老板说是青中的，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是青中的，道光的，典型的道光。如果说青碗的话，一个是这个足啊没有这么大，然后再有一点的话，它的胎也没有这么厚，这个东西它没有，就是说没怎么清洗。你看到吗？这个东西的话，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眼，看看这里，看那眼。看口上的话非常的厚啊，看到口上非常的厚，然后又凹进去的，这个工艺的话非常的难，也非常的少见，就是口上这么厚，然后里面呢又凹进去了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非常的难得，这个东西确实捡了一个大捞，这么大个的一个，对吧？一个香炉啊，这是青州的啊，来用的香炉哈、这不用多讲了，确实是捡漏了哈、然后呢，给大家来看一眼这个也捡了大捞了哈、这个大哥还是对吧？反正他走这一线的话，这价格几乎都是捡漏来的，所以说吧，咱也能捡到他的漏啊。你跟那个是雍正的，他说是康熙，那跟那个东西到不了康熙，雍正。其实雍正的东西的话，应该准确来说比康熙的更加难得，那个应该比三十多公分才能打败。我给他出七万六，然后他费你八万，对吧？然后其实就差四千块钱。没有成交，其实我也想，因为我在景德镇这边我还要待几天，靠一靠他，可能呢他哎，对吧？哎，还会能我便宜四千块钱，我使四千，我的利润就挣这四千块钱，对吧？好了，这个东西确实捡漏了，不捡漏的话，咱也不会去买这个东西，因为买的话肯定是合适的。然后呢，这是你看到吗？画了两个啊，葫芦啊，葫芦呢是福禄的寓意啊。福禄平安嘛，然后呢，这是龙纹细珠的哈，龙纹细珠宝相花，就寓意非常的好。这个东西确确实实的不多见了，这个东西的话，级别确实很高了啊，这种东西带龙纹的，然后呢，应该准确来说的话，如果说是一个小县城的话，就到了县级博物馆镇馆级这个标准了。确实是捡了个漏啊，这个当时他其实要了两万多的话，确实是市场价的一个价格、因为是画龙纹的。非常的肥厚，然后全美品，主要是品相也非常好，全美品，非常的开门啊，啥开门？一个罐子，雍勤的，这个价格的话，确实是一个小众的价格。好吧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给阿明哥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谢谢您。